俄罗斯讲台湾，讲出祖先开垦的困难，欢迎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节目。咱今日来介绍一项农业历代，尤其大农家不可或缺的配件的一项物件，但是因这个物件哦，都是唔免开钱去买，原来伫咱家己庄卡，家己拢有栽种一挂竹啊，啊，这个竹啊，爱分做真侪种竹，麻竹、刺竹、桂竹，啥物竹真侪，啊，这原来都是刺竹，伊真硬、真结实，哦，啊，所以伊这支原来的。或者签单，嘛用个签单，因为双头拢尖尖，啊，这双头尖尖，伊来做个只长，有伊的作用甲功能。吼，伊的作用就是讲，咱啊打稻草，吼，迄蓬松的物件，或者你打干草，还或者你去打咱所挂的草。有蓬松，拢总用这担，啊用这担，这边一捆，这边一捆，啊来，这担都重。啊，恁有发现讲，这支签担内中爱生这粒这木，袂拢甲锯掉，伊有伊的功能作用。原来伊担的稻草，食吼旱枝叶啊，啥拢好，遐大捆无唔对，唔过惊伊一直厝内面去嘛。啊，这人打是伫这个所在尔中心点，啊伊若一直入来，人一面就去哦炸去啊。透过今日的介绍，这项签单，希望观众朋友会当认识咱的祖先。农村生活也可以了解因使用竹叶类的这个智慧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下一次再会。